左邊呢對舊閃啱曬出席婦會周年晚宴，右邊素色啲，適合後日參觀孤兒院嘅時候著喎。女人買鞋需要原因嘅咩？何況係我啊？係嘅，係嘅。卓小姐，你嘅電話。 點啊 ，Alan？ Vivian， 之前大手藥貨製藥業股今日跌咗30%。咩話？你又話間藥廠同人合併必賺嘅？歐美係咁加息，長進打極唔完，神仙股都死啦。咁你想我點啊？盡快投錢補倉。如果而家斬倉，蝕到入肉㗎，信我啊，過埋呢一關，實升個 double。俾啲時間我。 多謝卓小姐，頭先你所試嘅鞋全部已經 pack 好曬，啱啱會送去你屋企。邊個話要啊 ？Sorry， 卓小姐，我以為你係我搞錯咗，對唔住。唔好意思啊，頭先嗰啲鞋唔係好啱我。我哋唔好意思，志真，一有新貨翻，我哋會即刻通知卓小姐你。希望你下次會滿意。卓小姐慢行。 哦，系啦，嚟紧慈德会要搞一个松鞋都非洲嘅筹款活动。系，系，我会谂谂，仲谂，听日俾几个方案我。冇问题。爷爷早晨，卓小姐早晨。仲有人要嚟咩？ 应该到噶啦，卓生早晨，卓小姐早晨，早晨。阿满系皇爵公关部嘅新主任，坐啊。小姐唔该，阿满咁好嚟帮爷爷手啊，我都唔知添。多谢卓生俾机会我。 以后啊，你前德会搞咩活动，要用到我黄兆华或者我名义，揾阿满倾下先。好似你明明搞紧啲咩松鞋去非洲，转个头又搞咩单亲同行，又揾阿罗总捐钱，一时间搞咁多活动，唔使咁急嘅。我谂住做前线越多越好啊嘛。 我知道你心急，想攞啲成绩，你攞我个名等人俾面支持你 ，OK？ 不过不为己心，唔好太过分。知道。况且你唔可以次次靠我，系时候要靠你自己本事啊。系嘅。只不过我唔会唔睇你嘅，嗯？揾阿满啦。 佢帮多卓山同埋你求之不得。有个客对呢对高山鞋好有兴趣，麻烦晒你啊！本来你就咁 send 张相俾我，仲要懵懵地，要揾啊真系有难度啊！不过好彩咧，我认得鞋上面嗰个蝴蝶结，加埋呢只色咧，我就记得系 Mr. Castle 当年啊，为咗纪念同佢太太结婚15周年而设计噶，净系得嗰年先有噶咋，全球限量100对。咁有冇香港人买过呢款鞋啊？ 我记得有一对咧系俾个香港人买咗，不过系边个我就唔清楚啦。搵我咩事？卓山本自传出咗第一稿，我想了解一下你睇完之后有冇咩意见啊？你已经嚟到咗重天噶啦，仲咁热心？卓山嘅事我一定要做足，而且要做到最好。其实可以帮到卓山做嘢系我嘅荣幸啊！
你醒目，下轉派都去同你神。多謝靜哥。東哥，我呢邊有新阿Sir上場，啲生意難做咗，我下個月會補翻條數俾你噶啦。好啊。 再开定啲新嘅等你，执好啲玻璃碎先好走啊！你想揾翻当年嗰两条友，其中有一个叫郑有东，就系佢。呢条友好古惑浮夸嘅，最中意乱咁吹水。 咁呢个咧，佢系咪就系黄一静啊？冇错，阿东一直跟住阿静揾食，因为佢两个自细就识噶啦。阿静以前喺茶果岭度带货，后嚟跟住阿南哥做外卖快餐车，佢份人好薄噶，所以想位咁快。满啊，我唔知你因咩事点佢两个人嘅相，但系你要记住，佢两条友好古惑噶，你小心啲。唔该，财哥。 黑色月光喺北美 TVB 各大平台有得睇啦！想了解更多 TVB 最新节目嘅最新消息，立即 follow 北美 TVB Anywhere 嘅官方 IG 同 Facebook 啦！